啊，就我呀。哎呦，谁呀？啊，哥啊，啊，怎么了？尿裤了？啊，好好好，赶紧的，接着玩啊。玩啥呀？我哥说要来陪我几天，反正就是来看着我，还陪我。陪你几天啊？他说要先来陪个一年，365天。抖音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闹钟啊，游戏更新了，是唐探三的电票开抢了，特别划算。有什么好抢的？还是那句话，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。哇，买到了买到了。嗯，我发现了一个用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这唐探三的电影票太难买了。抖音。哇，好高啊，高吗？假音。哎，对，这个，对，这位置就可以。在想你的365天，对，听，每一秒都诉说着思念。每一年，其实轻轻稍微轻一点，一点唱就可以。在想你的365天，变真声了。你的心愿我能感觉，你的心愿，你的心愿，对，你的心愿，不能这么抱着唱，抱着唱不舒服。对，你的心愿我能感觉，对，哦，在想你的365天，听每一秒都诉说着思念，爱是不会缺席的每一年。你的心愿我能感觉，愿我和你约定到永远，爱让动人的情节在上演，我的心愿你能看见。大家都看到你以前你很多就古装扮相嘛，现在就是很帅气的这种现代的妆容，感觉如何？啊，因为可能我自己看自己还是现代装比较多，没有啥感觉。我就天天健身，嗯，然后我本来呢是120斤吧，嗯，然后我当时是健到了140多斤，穿的那个衣服啊，如果穿之前的码，那个衣服都要炸开了。然后我是以一个那样的状态去拍那个电影，然后我整个人炸开了，然后那个脸，你仔细看一下，有没有熟悉的感觉？想象不出来，靠嘴认人真的好难。王宝强是有胡茬的，所以其他几位男生是没有胡茬的。其他几个我都不能确定他是男的是女的。喂，马哥。喂，你好，陈哥，说怎么说？陈哲远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？来准备，3、2、1。西红柿炒蛋。长隆猪脚饭。谁吃饭买单结账的最多？马哥。陈哥。哎。这样遇到有人说，哎，你长得很像陈周远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权志龙。陈请问世界首富，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首富啊，把我们经纪公司买了。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吗？陈哲远回忆油腻人生导演表示责任在自己，可能是我们当时那个唐探网剧那个单元上的时候，用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词来评论我，就是说我什么演得很油腻。
这么早就跨入到油腻导演的油腻传染给你了，居然。所以这个是人设，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我成功了吧。本命年你是穿了一年的红内衣吗？那是什么？哦，大红绳了。哦，你的经验一会儿传给浩然吧。对，一会儿送给我。对，马上接上他了。可以。对，那你要抱浩然是吗？你真的吗？你们是觉得这个画面特别香艳是吧？所以就选择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多亮眼啊！抱抱全给惊死了。你试一下，而且你是要公主抱着舒服。粉红灯笼哦，可以怎么样，他成不成功成，我觉得可以的，小意思的，他懂了。浩然陈哲远挑战公主抱读绕口令，你是要公主抱着说这个哇说的，来预备起，红红呼红粉灯笼，纷纷呼粉红灯笼，红红呼完红粉灯笼，呼粉红灯笼，纷纷呼完粉红灯笼，呼红粉灯笼。哦，可以，怎么样？他成不成？我觉得可以的。